即係咪即係去徒步啊？去六道走十公里、廿公里、三十公里都冇問題。你食少啲，冇啲你好。呢度影啦。屌嘅啦，聽講話煲得咁鬼猛喎。係啊，好勁喎！呢排你啊食煙。係啊。你係咪想準備參加食煙馬拉松大賽啊？你又照下肺啊！你真係。食煙馬拉松大賽，你可能會贏。你幾時計㗎啫嘛？咧，佢生佢懷孕，佢懷孕嗰年，我冇懷孕嚇。原來係啊，三兩年幾啦？佢歲佢女佢女都歲幾啦嘛？準備生女嗰陣時，你係因咩事要計咗先？都話原隊要生仔咯。生仔關你咩事？生仔可以繼續食。佢話計煙，大家咪一齊計咯，兩個咯。佢而家又煲緊。咪係咯。咪俾佢害咗咯，仆街！俾佢呃咗咯，屌你真係，佢係。